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四场国战欧皇的系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我们的话就挨个哈，先看第一局，由九区玩家姚宁小跟班提供的素材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，郭嘉加跃进全胸不考虑啊，没有问题，看欧皇接看郭嘉呀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是一个七号位，起手就有一桃。杀闪无懈，应该来说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基本防御了。那么一号位的话，直接张八挂起，没有大动作。二号位月英开出南蛮一张。那么主视角这里呢，应该来说啊，我们可以一杀挡一挡。大王，看我的！好，祝融的话巨象啊，吸一波。那么月英的话继续雌雄杀一刀，甲鱼后面口臭组合，袭击千里。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，自然而然啊，没法保了。但是现在场上呢，月英看他还敢打多少，能打多少，这么一个还算小梦幻开局啊，就是庞统。那这个庞统其实有点坑了，这里啊，有点坑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明的你已经有俩队友，你骑士这边的话涅槃一下不亏呀，对吧？何苦呢，对吧？坑自己又坑队友。月英这个时候选择盲狙的话，问题不算特别大。好，那边的话，南白无亲继续骚。那么暂时这一波蜀将的话，感觉还有机会，对吧？一个南蛮在勒布斯数一贴一号位这个点，瞬间还有一家。所以你看啊，如果庞统不这么寂寥，这一局蜀国真的是啊，打起来还是相当容易的。那么主视角赶紧消火，消一下贝贝。最后这边欧皇本气质哈，对吧？这个就叫明镜亦非台哈。菩提啊，郭嘉本无桃啊，来吧。那边的话，驱虎吞狼。那么最后一个二 v 三啊，这个二 v 三，现在看的话不算。击鼓于此，以制四方。就是说对面啊要求稳啊，求稳不能太浪。是为良计，那么最好还是打苟货这个点。但是主视角表示，老子有桃，九杀再来一刀。那么郭嘉表示，别怕，老子还有桃。当然这边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啊，虽然三桃保起了苟货，但是那边祝融有巨有那个冠石在这边啊。只可一回。那么最后再开一南蛮，看似有一线生机，然而。再给主视角这边啊一场，然后他就打的有点不对了。你这个这个杀可能是南蛮刷出来的，无坚不可陷，还是南蛮刷出来？过拆桥还是拆主视角？那么最后的话，这里再撸狗货，不好意思，有桃和重平君子。这样的话，队友再一次苟活下来。那么后面的话，重平君子一波决斗，主视角无懈再保。那么应该来说，我们是救了四桃，他自己再出一桃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欧皇小位二 v 三不成问题。那么这一杀其实他不太，关键这个时候啊，带的话，屯田上不好受啊，不好受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里已经四田到手，基本蜀将要凉了，对吧？我大蜀的江山，大卫哈，晚了。可就没牌了，我们不是大卫开车了啊，这是大卫骑自行车啊，还一个轱辘的，好吧，那么最后的话，苟货直接狙击月英，走你呀，不送。哎，感觉这一个最后一张屯田啊，其实可以把你要送过来的话，打不了马超还是足够，好吧，最后这里不管啊，反正这一局就看我们的桃多带一波。这个蜀将其实刚才啊有点尴尬，就在月英刚才那个南蛮强开，他如果不强开就让马超收尾，马超收尾，但是苟货那边啊还是一头啊。好吧，最后的话这边啊应该来说没有太大的悬念了，对吧？哎，一亿大佬有一九，那么最后投降了，再见。这个相当轻松的一个手握三桃啊。好，第一局就这样。我们来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话，由四五区玩家怕是 ID 已存在提供的素材。主视角这边呢，蜀魏最后当然嘿嘿
选择魏江了。而且啊，魏江的话，这是一个大组合，对吧？屯田不行，盼红桃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一个天度可以，可以那个啊，可以就是容错。那一号位直接上来的话，盲狙三位，可能偏队友一点。那么二号位反过去怼一刀，没有大动作。三号位呢，就这样了。主持者难卖入侵，那作为大位怎能不开？然后的话估计旺气挑出，那么这一个直接就进入了一个抱团的情节了。那么主视角肯定是过拆杀下下兵粮寸断控一把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一局的话应该来说大卫开团啊，目前还是有实力的，对吧？把五号位一控，直接进入一个三连动。三连动的话，整个李典和陶老板也不算特别差。那么我们那边啊，李大夫啊，这还拿到了一把烟弩，不然临时他打出来的话，主角肯定要买。来，一记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啊，这样已经出现三桃在手了。那么后面的话，这是随时的毒条吧？应该不是曹丕啊，有曹丕的话应该早出来了，感觉像恐龙腹像随时。有曹丕估计早就卖血放毒了。那么我们刚才这一波有三桃还有五桃在外，不过最后张合这一个巧变啊，还是个 surprise 可一计行事。为什么不出来偷盘呢？还是想李典去爆发。好，最后的话这边啊又是八号位用了一桃，那外面的话也就剩下了四桃，南蛮入侵继续扫。来，外面还就剩三桃，主视角我们再看看，有桃在手，结果曹老板这边没货啊，我们知道李典那边有，那么再刷一桃，外面还有两桃。好，万箭齐发，再骚一下啊。那么主视角会不会考虑还是？不过这一下的话，可能有一个甲鱼在，哎，那一下桃子带救了，那卖给他的。侥幸沉舟，同心方可怀抱敌。借刀没给 CC， 借刀的话撸谁呢？撸不了啊，那边有帷幕吧。好，火攻想骚曹老板，但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哎呦，这个死得太惨了。那么主视角这边表示，我有充盈军资，策谋本天成。哎，最后啊，这是曹子继续来出行啊。那么主视角曹又起来，又有血气，对吧？卖血给队友，最后呢，由于有充盈军资，有田丰。是我一剑完杀，你以为我没货了？保国家会下黎民，策谋本天成，自当妙计九分明白。好，那么最后这一步啊，秀欧气。虽然我们知道完杀禅的强度是相当之高，对吧？一般而言的话，你想看刚才一波的话，直接把曹仁曹老板啊给带掉，我幸啊，主角能够欧气。伸手，那么最后被扒了，可就没牌了。不好意思，还各种挡，那我就带走你行不？三斗翻了还杀曹操，那不然杀谁呢？那张合你也杀不掉啊，对吧？张合本来手里就那么多桃，也不能怪他吧。张合那么多牌，你想要带走，这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九杀一刀，这个看的不能算特别那啥吧？晚了，可就没牌了，太欧了，对吧？欧皇面前一切原则，一切自然规律都将失效。主要统计了六桃一九，哈哈，实在太欧了。下一局，下一局由二六区玩家小鸟由六花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全是魏将啊。那么最后是李典加郭嘉，也没有选郭德纲，没有问题。主视角的话，身处七号位，起手手牌有一张南蛮可以了。关键有杀神，其他的话你也可以苟一苟，对吧？没有必要那么及早的跳出来。一号位直接以逸待劳刷一下，然后呢白银挂起，最后不动。那么主要身处后卫的话，其实手牌其实我们说过啊，这个防御够的。我们那边掷一支笔，那么我们基本现在就是苟到自己的回合南蛮出来啊，打暴击，或者就干脆选择一南一杀一闪的一个标准的。另外一杀防一张南蛮，对吧？一个标准的防御去应付一下，继续苟啊，这样也可以打，或者你就南蛮出来。但是现在啊，不宜过早的去卖血，
王者乐不思蜀，因为没出来嘛，这个我们经常能看到，对吧？你身处后卫，国家上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自己也遇到这种问题，对吧？你身处后卫要卖血，那样的话很容易被人乐的。完颜姬发烧出来，主视角的话还是选择猥琐代工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么，哎，给预备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扎纯九杀十切，这里打的就太浪了啊！一个九杀，一个盲乐，这打的呢不是特别稳啊。好，商家的话加一挂起，那么主视角看一看，顺手撸一发。最后呢一闪到手，这里选择啊，这个牌横着慢慢去到没有问题。好，现在呢节奏整体啊不是特别快，这边应该不是队友了，顺手撸一下二张，他这里呢还没有去，哎，杀一刀飞哥，还是说其他啊也认、嗯、你的牌太多了，你的牌太多了，伤不到他，当要替天行道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三剑还是比较猛的，那么可以拍一拍一号位啊什么的。哦，飞哥在这儿。那么最终的话，九杀一骚二啊，打主视角这个点，可以考虑。最后一逃啊，保不住队友。那么这一下的话，我们是闪掉了。这一刀九杀还好，刚才啊顺着纵横百合，顺着神闪啊，制衡之道。最后的话，武将当然哈，这个时候大梨子虽然把握了一波先机，但是如果剩下的没有两个队友去抱团的话，或者三个队友直接形成一波大的联动，那这还是啊，悬而又悬啊。好，我们原不原谅他们？当然不原谅。那边的话是各种给我们排布阵，张胜友。那么现在主视角其实啊比较好隐藏。场上有嘲讽的话，你对于这种暗象，即使这个时候郭嘉李总跳出来嘲讽也不算特别高。那边继续一骚二，其实这个时候来撸我们的话可能啊会撸中了。那边最后寒冰想要敲牌了，哎，一逃敲了赚了，那么这里选择了把那边扒光，这个还是可以的啊，还是可以的。五号位扒了一套又扒一套，但是你这样贡献完之后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现在整体人员不够过多啊，不多，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短兵不能相接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拿绝下家顺手，那边过拆五号位托管骑兵娘，哎，嘿嘿，千算万算，有一个嘴哥，那嘴哥这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来说还是有机会能带大梨子。然而主视角这边，嘿嘿嘿，对吧？先来油卖个酒啊！当然这边的话，肯定啊，忘记锁定技不能乱开的，我要屏蔽了他。那么暂时而言呢，我们这个就不欧了啊，也就一起继续 AO1。那么大梨子基本是 GG 了。这一局后面就是说啊，他蔡文姬那边啊，他是一个小点，那么主视角九科奇，那么这里啊实在不敢恭维这个一记三刀加的感觉，当然有一个九不止三刀了。好，那边的话五号位求逃，后面队友没有办法啊。那么主视角的话这一下是拿万剑来挡刀的，但是关键时刻蔡姬立功啊。最后一排，一排的话乐不思蜀，这一局我们看的是什么呢？天过呀，然后天过不仅如此，又欧来一套，然后主角那个玄玄一九一套，这样的话瞬间天过之后紧随其后，好久欧皇，这个就是啊，飞久了自然也就欧了。这个天过太关键啊，否则的话基本就凉凉了啊。最终来吧，当然刚才的话那有桃啊，其实还是能够拿桃保一命的、啊、就是即使被乐的话可能一桃在手里面吧。吾乃儒雅之士，这个牌局不好说了，整个牌局就全打乱了。那么主角这有九，最后的话九杀一刀走你，我冤家再局啊，关键天过没有办法，算是一个极限吧。上礼仪守纲常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，由九区玩家石浪才提供的素材。
这一局的话是，来看啊，这一局，主视角，国家叫徐广啊，单挑肯定不愁了，对吧？有冰凉，身处六号位，骑手手牌，还行，凑合吧。那边至于这里直接看一下八号位的主将，然后呢，必约失啊。这一局啊，持久战了。好，火攻骚一下八号位，最后粘弩加八卦挂起，没有大动作。三号位看一看，南蛮入侵，打一波巨象吸。那么主视角这边呢，我们看一看啊。何惧小节，就这样。来，嘿嘿，第一发不够欧，对吧？三刀加的即视感。大王，看我的。当然，这一个南蛮的话，我们先可以标一个飞舞，然后这边掉血，标一个飞位，南蛮入侵继续 A。那么我们一记，决斗给队友啊，没有问题。拱门之后，中士终于跳出，下一道貂蝉撤离，这是什么骚操作啊？哎呦，这个桃啊下了啊！不过的话，蔡文姬手里应该还有货啊，所以祝融即使不是这一个乌龙的话，估计也收不到，收到了其实也亏啊，对吧？蔡姬反而让群雄跟魏国在这边互撸，挺好的，这个杀没有必要急着去撸。决斗压一下菜鸡，那么队友的话想去啊，压制群雄，对吧？前面有九事，莫再提起。锁锁连环，九雷骚一刀 ，nice！ 这一下看看我们队友啊，还是比较666。下次注意点。嘿，这个最后比较尴尬的一个队友了，那么直接选择了翻面貂蝉。别紧张，这个有点那什么，对吧？其实万一你翻了什么九桃的就尴尬了。那么最后紧急状态下华佗跟祝融啊直接形成了一波连续紧急救援，主视角来了一桃了，冰凉寸断空出去，可惜啊，千算万算算不到自己，差了一桃，差了一杀。这个地方如果能拿到一杀的话可以打一打。七号位被勒，一问的话八排，那么此时此刻魏国还是危急存亡之秋啊，加上孔华佗的话这边啊他可以新郎在礼让给祝融啊再去发挥一下，所以这一局现在的话，但主视角刚才啊留着一条小细节，好评火柴拆一下孙笨，最后呢队友依靠白银狮子啊回一些，这一个冰娘 nice。好，杀我们一刀，这里的话不好意思，你以为我没货，这样的话直接两排都给出啊，他的话否则有拼点的。玄玄啊，这里呢玄玄就给我们看的哈，顺手来神魔一讨，最后呢乌合拆桥啊点不了，好吧，主要说这个网啊，网速的原因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啊，退了退了可以重新进啊，这个是确实，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时刻要出逃了啊，此人危急存亡之秋也，嘿嘿，七号位他是知道我们的货的，看我的，感觉这一个留了一杀呢有貂蝉在啊，这个时候很蛋疼了，你要提前掉血，那边曹丕再来一逃 nice 啊，刚才没有就有道理了，因为知道有貂蝉在这，那么关键又来一逃，我们这一波啊小魏国抱团呢是誓死捍卫主权啊，当然是拿桃堆起来的，哎可惜了，最终还是曹丕被带走，那么最终的话群雄作大，像这个时候啊像就考验祝融的本事了，对吧？祝融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打位，是不是还延续了刚才的这种筹位的惯性，没有，那还是要给祝融点个赞的，对吧？明的华佗孔融蔡文姬一个铁三角在这里的话还是有点悬念的，那么张辽这个时候暂时弃辽，弃了一九主要刻意逃续一下命，夏家这边呢是直接再杀，我们刚才说过也可能有教主的，那么阴魂扒一扒，你不跳出来已经是明的啊，来吧雷吉，这其实不应该啊，僵尸出来，他这个啊稳的可以劈我们，但是劈我们他又不一定啊，不是那么敢劈，对吧？主视角这边一起羡慕吧，还是劈我们比较划算啊。孙笨这里其实主将一直不出，很有可能就是小僵尸猴，对吧？所以教主这里选的还是
是有点稚嫩的啊，处理有点稚嫩。那么队友这个时候回来了，前半段呢我们各种讨啊互相保，对吧，这个是为国互保策略。那么后面这边的话是离啊，但是这个时候需要桃子来经营啊，一点一桃护起自己，借到看来手里可能还有一桃，再杀教主北哥。娘村段带出去看看这个饼娘的话感觉啊，教主有没有草花，哎呀过了，那没有办法。不过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啊整个这里杀一下祝融也行啊，杀一下张辽，张辽杀不了啊，杀一下孙膑可以啊，这个教授啊，现在有孙膑啊，姜氏在这边的话其实全胸不好打，子明的现在这个格局巴不死你们啊。最后的话给教主回满血，现在全胸倒是满血回复了。其实后面啊有一个打法，就是说如果啊，但是这句画图的位置不好，其实如果画图位置啊好的话，可以把孙膑奶活，对吧，我不给你去这个僵尸猴的机会，绝不会着相啊。这一局的话他左支右绌啊，想保自己的奶哪能腾得出手来破坏僵尸猴的这种布局状态。最终的话还是带走断粮火风烧起来啊。现在的话我们应该来说这里的话猴子和那个庞统要改变策略了。哎，这里给蜀国是可以的啊，给蜀国可以无中生有。那么像孙膑这里啊最好的，你看哎可以啊，这个时候就我不动了啊，我不动了。但蔡文姬这一个顺手还行，节奏呢还好，是打了我们这个点。商议敌现在啊其实要动魏将了，对吧，魏将你不得不动了。所以这个格局啊，这一局整个场上的虽然啊大家可以看到等级虽然高啊，但是感觉打的还是有一套啊，有一套。那么这里的话祝融先收掉这一个底没有问题，因为还有一个小僵尸猴在这边，其实还是能够给扛得住的啊，能够扛得住。好、啊、张辽继续掏这一波控牌的话形成了一波排场啊，这一波离点以逸待劳，他又满血恢复，主角拿到一杀。那么这一杀红杀呢，黑杀娘村，这个也没兵娘。其实我觉得啊杀可能是想防调戏，对吧，红杀呢又不想去刷牌，也没有兵娘，其实有点尴尬啊。调戏跟酒好评啊，貂蝉最后呢闭月，其实他这个时候啊不知道啊，这一点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了，把一切啊到设置里面，把一些好主角欧皇一下来逃，对吧，死不了再杀一刀再来哈，就是我们刚才逃啊，来吧。最后的话继续给拿距离，就刚才貂蝉这种啊不知道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，如果是手动你就不应该再拿了，对吧，这不是给张辽啊偷牌的机会吗，这一下的话祝融那边已经空了哈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好，最后的话这里一个五谷丰登又让魏将啊绝地求生，一共啊前尘往事单去太飞哥起草花其实不亏的锁锁连环。那么现在这个格局的话我们这边其实不太好打，反而呢感觉僵尸这一个点啊好撸一点，对吧。那么最后的话是这个四驱兄弟一波倒啊，杀一道闪啊，这个时候不敢乱去卖调戏。这里何不让李典先出牌呢，为什么就是要让郭嘉啊，你让李典卖一下顶多一下忘戏，你让郭嘉卖那可是啊，嗯，这貂蝉调戏的方式不对啊。众将死战非我之功。好，现在的话后面当然庞统这一个点啊，看来手上牌可能还是比较足，有自信能够继续带，是吧？否则的话撸庞统其实不太合适啊。那么最后还是被割回血，而这个时候啊蔡文静已经状态被压了啊，这个时候还算好打，很好打。那么勒布斯鼠顺手拽羊，这个时候还是冰娘寸带让他摸不到牌，那你还想怎样调戏失礼。这里就是孙膑啊走得太快了，
啊，导致最后呢一波没能扛住、啊。那最终的话，那边已经说输了，没办法，太欧了啊。再来一波，又回血啊，又回血。两波控，那么这一控的话，基本就宣告他们的一个死刑了，对吧？王统没办法，还有一波偷。没想到吧？那么看关心拿给我们，对吧？没有问题。他还是先收自己一张牌呢，最后南蛮入侵，压一血十伤，那结束了哈。我们就说了，一波走啊。父亲。这一局啊，真的是主角这边呢，我们应该来说桃啊，都用在了刀刃上，对吧？没有多余的桃，真的就是啊，每个桃都精确的啊。疑点那边还有一桃，主要是僵尸猴啊，这边还是死得太早了，过早崩了。而且他们其实如果留一个华佗，这一局反而难找。蔡文姬呢，感觉还是最后这个这里啊，不如华佗。各位，你想有僵尸猴跟华佗配合的话，你小魏国也能扛到最后啊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一个欧皇啊系列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最后谢谢。